看疫情的关系，这需求量大增，国外的部分先货出，就在国内使用。二月份呢，我们就做大概5万多次，三月份应该可以做到20几万次。我们其实是世界上生产 biobuffer 产品线最广的供应商，全球的话应该是前2，然后目标在朝向前1大。请您锁定台湾向前冲节目，和您一起拼经济。